Hello， 大家好，我是番茄 Yuri。今天我们要回到《黑暗预言十二：盗贼与打火贼》，又不是打火家，盗贼与打火家。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的是奖励章节。随着拉斯普京的流放，新的冰雪王国开始重建。格温和格尔达共同治理国家，但是他们的朋友凯却对打火甲非常在意，他仍然隐隐感觉到打火甲跟他联系。他决定迈出勇敢的一步，希望摆脱打火甲的影响。凯聚集了一批勇敢船员，驾船驶向世界边缘。好的，我们就开始吧。We banished Rasputin back into the tinderbox, but nothing is safe from him, unless... In my dreams, I saw a faraway island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somewhere no one could ever find.Decided to find this place and take the tinderbox there. Then the world would finally be safe. Oh, no.怪兽将所有人都拖到海里，而且暴风雨又来了，我得把帆降下来。章节九，我需要用什么东西把滑轮塞紧？有什么东西在水里？我要怎么把它捞出来呢？使用你的智慧呀、啊！木质一只。天啊，大家都被拖进去了吗？真的假的？船舵，我要从这边找出船舵，真的假的？诶、欸，好。不过凯还真是勇敢。真的，好，来吧。滑轮，这太险了！现在我只要我可以让船动起来，也许就可以逃过此劫。破浪神以前曾带着一个花环，所以我还要找那个花环哦，真的假的？我有火腿。箱子，装饰花环。补一补，
哦，我刚刚用的时候你怎么没有反应呢？这里都没有人，没有人活着吗？终于着陆了，现在我只希望我的方向是正确的。诺罗，哦，这是之前出现过的那只怪兽。得找些火药。鱼叉。可是我怎么觉得他好像之前那个人鱼公主他们那一个？好的，但是野兽把我的船撕烂了，我最好还是继续步行吧。那一定是我要带着大货夹去的地方了。圆形部件 ，no， 珍珠。I know you're here, boy. I only want what you're carrying. Then I'll let you go. I promise.You don't want to make me mad, boy. I'll destroy you, just like I destroyed your crew. You can't hide forever. 这个也太惨了吧！蛇蝎女人，我觉得凯其实也很衰啊，哈哈，真的，各种意义上的就是运气不好，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意志力坚定，对吧？总会有一些人就是意志力比较薄弱啊，然后他就刚好被诱拐了。好啊，诱拐了，他现在想要就是算是怎样补偿他以前的过错，结果又遇到这种事情啊！我觉得他也真是够了，没有看过这么衰的人，你知道吗？真的是没见过。好的，谷物。巨手上的一块石头不见了。好嘞。哦，看。现在我可以通过攀爬这些柱子到达最高的那一个。柱子都是可以按下去，但我需要知道顺序。转动三个齿轮与内圈来匹配
嗯哼。好。奏效，赶在那个怪女人回来之前，我得赶紧离开。离开。The key. Can't find the key. Lost in the forest. Can't get to the shrine without it. What?Fool, you can't escape me. Give me the tinderbox, or I'll tear you to shreds. You will not use your vile magic here. You, help me repel her. Just open that dome. Oh, 不要，又是那女人。我需要激活那个圆顶块，不然那个阴身女生会把阴身女妖会把我们两个都杀了。我要怎么激活她？金属钉。柱子的密码哦不，所以她还可以撑那么久啊，这其实也蛮厉害的。第一个是什么啊？所以，一、二、不对，二、三、四、五。找找看，找找看，我们就努力的找找看吧。耶、yeah, ，应该很快啦，我觉得。呢。在哪边呢？好，小装饰物。金属针。哦。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哎，这边还有事情可以做。有啊，金色摆饰，原底激活装置。My name is of no importance. I am simply the guardian of this place.As you will soon learn. 原来爷爷是这边的守护者。You've come to the right place, young man. I can help you with your burden. As soon as you bring the key for the stairs. Okay. 他非常冷静，尽管我们几乎九死一生，我应该找找那把钥匙。我觉得这个爷爷一定是把东西都弄丢。雕像，天使雕像的手不见了。金属戳刀、香炉不见。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哈哈，小守护者的小装饰品可以解锁通往神殿的路。都没有在计算区的人。Come, I will show you the place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Put this on.
No one can walk the sacred halls without it. 我终于感受到这真实的世界，我就要从他的咒语中解脱了。The tinderbox. Its magic feels more ominous than ever. But fear not. There is always a way to seal it. 好哦。This ancient temple was built for such sources of magic. But utilizing it comes at a price. 啊，代价。First, you must prove yourself worthy. Complete the trials, and then...You can lay your burden to rest. Bring me the proof. 好哟。所以只要我通过试炼，就可以永远摆脱这个邪恶的夹子吗？我能做到的。金手少了圆筒。点击箭头重排面板上的符号。位于中央。看一下哦。这样吗？好像是。哦，我们把它放上去。啊，拿到了小金筒，放上小金筒。哎呀，是手哎，天使雕像的手，还有一个，找找看，哎，我会不会一集就结束了？有可能哈，哎，哪那么可能呢？我那么不聪明，脑袋不灵光，最近讲话还戳戳的。嗯，工作久了脑袋就僵化了，没有跟人家吵架脑袋就不行了。不是啊，比较常都是跟我妈在斗嘴吧，还有他们听过都快笑翻了。番茄妈就是各种跟女儿对来对去，这是人生乐趣啊。宝石龙，要我带什么东西啊？完成试炼。哦。
哦哦，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这集就在这里休息吧。对，觉得害怕。好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请帮我点个喜欢。有想说的话或推荐游戏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记得订阅我跟以放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有直播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我们开台的时候你才会获得直播通知哦。那再来最后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意，然后并且有这个能力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赞助我们四个人，或是我们跟其他人，就是基本上有参与到我的影片录制并且算是长期的朋友，都可以是你赞助的对象之一，就记得要在你的那个留言里面说明一下哦。那我是番茄 Yuri， 我们下期再见，大家再见，拜拜。